家好，我是赞，欢迎您进入我的频道。如果您觉得这支影片不错的话，敬请帮我按赞、分享、订阅哦。第171集向您分享彰化县社头乡社头月眉池优势不错。Go， 都要来看麦。开车直接导航至刘家古厝团圆堂。社头月眉刘氏祖籍，来自福建漳州南靖县，第十一世祖天吉公于康熙中叶渡海来台，先抵达嘉义雅猫金明雄一带，直至第十二世祖一筹公才已肯至今社头月眉池。社头月眉刘家历经数代的经营，至日治时期逐渐增建房舍，使有今日的规模。月眉刘宅共有13道户楼，北侧有7道户楼，南侧有6道户楼，形成北斗7南斗6的格局。走爽完368市区乡镇，车辆停正厅的前程，农收时可作为晒稻谷的场地，前程上立有小型天灯炉，推客家传统之习俗。第十二世元鼎公于嘉庆庚午年卒进士，之后即回乡树旗祭祖，并于广场前竖起旗杆台，之时置旗座两座。社头月眉池刘氏古厝建筑体坐东朝西，碑倚八卦山，面朝八宝镇，团圆堂正身台基座台高，墙身以砖砌成，厅内有嘉庆皇帝御赐牌匾。哇哦！社头月眉池刘氏古厝兴建之初，地理师以此地沼泽地之特征，断为土师穴，进而蓄风水池，乃为今日之半月池，居民称为鱼池。我们来这个半月堂旁的步道绕一下吧。太可笑了。可以再停止这边休息一下哦。我们用飞桨的角度看看。
10月20日，登录为历史建筑。